not wasting my time. Your service. Any orders? 时长呢? Snyder is ready. I need to kill something. 经济不行啊, 再来一波。 对我的经济很失望。 摸到赤子了。 加点认口。 先往上拉吧，我搞一波枪兵进去看看，别着急，一探究竟。不对哦，我前面的目的是把。 赵四顶的在前面一点，赵四顶得住吗？赵四，呀，赵四顶住啊！赵四有点大的，糟了，赵四，500多血了，赵四一定要忍住啊！400了，不行了，赵四，退退退，出事了，赵四顶在这儿，300了，200了。 死也给我顶住，不准退！老兵没了就不没了。赵四死了，游戏结束了。赵四不能死，兄弟们，拍死游戏结束了。前面时间老兵没事，赵四不能死。哎呦，我这里的兵力肯定是顶不住的，我还想去掏金矿，我在想屁吃吧我。就我这经济，我还掏金矿的，我这掏金矿得有。 巨大的兵力，都有巨大的经济支持。等一等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Your service, jolly good. Yes. 这波枪手全过去是可以的。 我还是想先看全地图，资源是够了，我想先把这全地图给它点了。但是我才1200的经济，也太小了，这经济也太小了。全地图要7000多块钱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再搞点兵，3000多。 再搞点兵吧，没有银行，现在没有银行，我得解锁科技才有。哎，我30个铁头，返回，返回。
Reporting for duty. Attention. Reporting for duty. Reporting for duty. Tell me. 我30个铁头从这儿塞进去。Here we go. 好吧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好好的塞一波，问题不大的。这里我贴着编造吧。上面我不敢开，我怕我一开没了。我开上面之前，我一定要存个档。我30个铁头从这打过去，应该是 OK 的。会拉在裤子里啊？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真的能拉在裤子里吗？不会吧？不能吧？哎，这灯造的太蠢了。敌人离这里太近了。Fuck！ 这有30个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没这么多的样子？很谨慎，我这波上的很谨慎。不谨慎吗？我觉得我这波真的很谨慎。我先爆兵，然后让黄渤去烤火。已经很稳健了，稳健的都不像我668的风格。我不要6万塔，我直接一步到位。我喜欢一步到位。我喜欢这种一步到位的感觉。Ready and wait. All right. Order, sir. Great idea, sir. Bring them on. 5000了，马上起。挺有想法的，一个有剧情的图。Come on.All right. George. 这不实质攻防吗？该建筑无法接通人员区。Buildings are being attacked. 啊？这就通啦？再来。Building completed. 原来拉到这就通了，我都想重打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好像不该把他打爆的。哎，这个打爆了，为什么不能造呢？这是通电的啊？不是，他造都不能造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没了喽。哎，我是从哪个神经病院里放出来的智障啊？ Is everything okay? On your orders. 啊。真他妈服了我自己了。Any orders? All right. On your orders. 作者也打二本的，没问题的。哦，行吧，那还可以，那我一下子心里感觉还行了，我觉得还可以了。
作者也把二本打掉了。好好好好，谢谢啊！突然感觉还可以了。快点呐，我等不及了呐，我。快点的，狙击手移动速度还是挺重要的呢，朋友们。再腾飞呢，再腾飞呢，先爆兵呢，别着急呢，莫慌张呢。研究实质建筑呢，还要那搞那个什么沉默窥探者呢。没有跟不上。银行得有实质建筑才有啊，现在没实质建筑啊，铁子，我怎么会不造银行呢？没有实质建筑我也造不了啊。俺不是不造啊。Is everything okay? Let's go. Come on. Yes, it's a wonderful day, don't you think? Perfect.Last night I dreamt of brains exploding. Let's go. Our forces are in danger. What can I do for you, sir? Building completed. Let's go. Attention. Guide me to the building completed. Great idea, sir. Attention. Building completed. I need to kill something. So much steam. Let me adjust this valve.这怎么才200块钱？感觉不是很肥呀。地方了呀，我又没那个狙击手移动速度，我枪瞄去右边了呀。怎么在帖子里眼里就毫无意义了呢？真是的，我全图马上开起来了，睁开双眼看世界。Is everything okay? All right. Attention.这地方是不是需要一个大仓库子？难道它是造在这儿的？哎，我管不了它怎么弄，我先造个大仓库子。没有停止运营呢，我怎么停止运营呢？我的运营如行云，流水一般流畅。疯狂的运营小子，没有停止啊，流畅无比啊，简直酣畅淋漓，流畅无比，让人看了拍手称快，浑身舒畅。你看我这房子造得多整齐，是不是？强迫症患者就爱看这种令人愉悦的画面。
Commander? Waiting on order. 边打边拉呢，一边搞好搞定一边呢。Building. 一看就是专业大手子玩家。Any orders? 一点都不混。On your orders. 啊，这狙击手移动速度快点就好了，说实话。各位观众，我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智障一样的操作，好吧？哎呀，我的妈！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智障一样的操作。操你哥！我他妈又给他放回去了。哎，我突然想把他铲了，我想把他铲了，再造个仓库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太智障了。怎么把他打爆了？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是。我怀疑我是不是脑袋刚被 AK47 扫过，真的，我真的太怀疑自己了。来点，兵力还不够大，再来点。真的太睿智了，我真的太睿智了。怎么能睿智成这样呢？我真是。Building completed. 哦，这里不能造仓库的原因是不能少于12格地块。哦，这地方有很多仓库，刚才有人说是吧？好像是这么说来着的，说这儿有很多仓库。记得那位帖子是这么描述的。而且我这里还直接能造，哦，这要石油的吧？这不要石油吗？工人、钢铁、金钱就可以了。死徒全程无，还挺奇怪的，说实话，全程无忧的图有点奇怪的。他去伯格边上干什么？ This better be good. Great.Attention, building complete. This 才1400的经济，怎么会这么差？得找个地方再打波钱出来。Attention, building complete. Yes, it's a wonderful day, don't you think?不会没有胜利宝吧？这个东西。Attention.一个泰坦2200，一个死神。哇，那死神不会跑了吧，观众朋友们？又不小心买了个小心心。死神不会跑了吧，观众朋友们？我在想一个事情，我死神不会跑了吧？不会跑的，只要有钱就行了。
Tanatus. Ready and cool. Sniper is ready.难道不该搞一些基础的防御设施吗？下面还有条小路，我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我得去看一看。我终于可以升那个东西了，难受啊！最近打这个掩护之风，啊，打这个掩护是蔚然成风，动不动我们这儿就要打波掩护。Oh yeah.大银行子呢？快点呐，等不及了呢！开了全图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我可能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我开了全图我就彻彻底底的明白了是咋回事。啊！啊！那左右各需要一个博哥。刚才应该再拿个博哥去右边的。胖子也不多啊，再说就是没油嘛，这图就是没油嘛，其他都可以。哇！还是不让我造一个。这波挺弱的吧？他这卡了半天，我操，强吗？死神应该轻轻松松的，真的。放了，这不可能顶不住啊！哇 ，yes， 图还挺大的，这张图。
没电了，大电厂子来一个，广播大电厂。